今天我们要在潮州的牌坊街当一日游客，逛逛这个潮州古城的中心。那牌坊街顾名思义，就是有很多牌坊，22块牌坊都是后来修复的。原先的牌坊，老实说，大概都已经毁坏了。你看我后面这一块，就是榜眼第二名，非常厉害。牌坊呢，主要就是给一些功德、贞洁、科举。那整个潮州，大潮州大概有90几到100块，这边有22块牌坊，算是地灵人杰的地方了。但是老实说，在牌坊街步行街的两边的店家看起来都不是特别想吃，不过先逛逛这个牌坊街吧。牌坊街的另一个特色就是两边的建筑物，因为两边就是南洋风格的骑楼，然后上面呢2层以上，你看起来就会感觉有点巴洛克或是西式建筑的感觉，这中西合璧，很有特色。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下这些街坊邻居，很舒服，很慢的节奏，蛮享受这个气息的。大姐，这个就是果条吗？果条。啊。这个是竹汤茶。啊。第一家我们就吃个春饼吧，公仔巷春饼，去看看。这个就是包春饼是吗？这个就是春饼，我们这叫就是春饼果啦。啊，谢谢。来，拿到我的春饼了。其实我看起来它应该跟炸春卷有点像，皮是很相似的，不过它里面包的东西不一样，它包了绿豆、大蒜、猪肉还有香菇，刚炸出来的。来吃一口。哦，外面的皮很酥脆，那个绿豆粉粉的口感，配上那个蒜，配上那个很香的虾米，然后慢慢嚼，还有那个香菇的口味跑出来，这个真的是蛮香的。老板好假，谢谢，好吃，很香。拜拜。啊，拜拜拜拜拜。我一个就是一个卤水果汁，20块的卤水果汁哈。好。好，谢谢。来下一家，我们就试看看潮州的果汁。这个果是有个米字旁的，基本上它就是把果皮把它切成三角形状，然后在米糊里面煮的。20块钱的套餐，它配了粉肠、大肠、香干、腐竹，还有猪肉，还有半个卤蛋。大家觉得价钱如何啊？喝一口这个果汁试试。已经有味道了，加了点盐，还有上面那个油葱，带了出米的香，还不错。嗯，就早上来一碗，很温暖，而且很容易消化的感觉。来下个吃看看它的这个卤味，先吃个腐竹吧。
蛮香的卤汁啊，带点甜，还有豆香，腐竹不错，粉肠，嗯，粉粉的，外面 Q 弹，这整体口味卤的都很香，嗯，香腐，他们叫香腐，应该就是油豆腐吧，嗯，爆汁，香腐目前最佳，甚至比肉好吃。然后就是要把所有的卤味都丢到这个果汁里面，看起来就很丰盛。嗯，温柔的米浆包裹你的舌尖，再尝到各种口感的卤味，不错。嗯、好，老板，谢谢，拜拜。下一家我们来吃个甜汤吧，当地特色的李记甜汤，走。这个是什么芋头？香芋。香芋。红薯啊。嗯，红薯。嗯，白果，白果，哦，鸭木莲啊，这个是银耳，啊，有银耳是吧？嗯，有啊，银耳。啊，好，我就坐后面吧。好，谢谢。它就是温的甜汤，里面加了不少料，香芋、红薯、白果，还有雪梨、银耳。最重要的当然是那个鸭母碾呐、啊，因为长得像鸭蛋的得名，其实好像就是包了馅的芝麻汤圆。我们先吃看看吧。嗯，就是汤圆，不过不是芝麻，是花生的，蛮香甜的，蛮软糯 Q 弹的。很不错，吃看看其他的甜汤。嗯，温和甜，里面的芋头跟红薯其实都已经煮得很软嫩了，配上白果稍微有点嚼劲，那个银耳稍微有点脆弹，吃了一堆咸的以后，很适合来当一碗。啊，老板谢谢哈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没事，我拍这个浪费水，我都洗一遍了。啊，好。全部都有哦，这边有加橄榄吗？我全部都有加的，有加的，放在那边。你看看，自己种的、啊，自己种的哦，没喷药的才会变成黑黑的，是吧？啊、哦，但是它味道很香，这种就是了。嗯、哦，你拿那洗过的，你试吃一个嘛。嗯，好像开始有点回甘。我、哦、跟第一口差好多、哦，现在。谢谢，买了个当地特色的油柑汁，我刚才吃了一颗油柑，真的是一口非常酸涩，然后越嚼越嚼那个甜味就出来了，非常神奇，大家来可以试试看。我们现在喝看看这个油柑汁怎么样。甜，但是它一开始会有一个微微的涩感，涩了之后有一个青草的味道，蛮有趣的，真的是很多层次的风味，很甜的回甜。真的来可以吃看看。下一个我们是个相对小众的小吃，大家都知道腐乳鸡翅，对不对？近几年非常火，但是腐乳饼听过没？没听过吧？来吃看看，面团是吧？对。啊，和了，感觉是和了黄油是吗？鸡蛋。鸡蛋啊。鸡蛋。那这个馅料有什么？芝麻、花生啊，很多种啊。哦，里面还有腐乳是吗？外面是酥的，真的很好吃，你值得去尝一下。好，这个是鸭膜是吧？
老板，我要买一个腐乳饼吃看看。这一个是2块钱。腐乳饼的由来其实也很有趣。据传啊，以前的糕点师傅有一天剩了些花生，剩了些芝麻，剩了些早餐的腐乳，他就突发奇想，把东西都拌在一起，包进饼里。哎，没想到潮州人还蛮喜欢的，就以后就有这个腐乳饼了。据传是这么来的啦。至于具体是事实上是不是这么来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来吃看看吧。哦，外面很酥，风味挺复杂的，偏甜口，有腐乳味，也有点那个肉的油香味，不错，大家可以试看看，确实很特别。老板娘，拜拜。来，在牌坊街附近的最后一家，应该是最后一家，是个肠粉吧？你好，可以点餐吗？可以啊。牛肉肠粉15块吗？好好，就牛肉肠粉。不要，这两个字有什么不一样啊？这个是蚝油，这个是沙茶。啊，好。一般这两种都加，就是有一种不要就不加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拿到我的肠粉了、啊。它这边呢是加两种酱，一个是蚝油，另外一个是沙茶芝麻花生的这个混合酱，感觉还蛮香的。那我点的是牛肉肠粉，有蛋有菜，总共是15元，我们吃看看。肠粉很薄 ，Q 弹，带点米香，咬进去还有一个糯糯的，有点黏口那种感觉。酱也很有味道，主要就是浓浓的芝麻混点沙茶的香味。哎，肠粉不错，这次加点牛肉一起吃，牛肉蛋肠粉，挺满足的。牛肉是腌过的，咸淡刚好，蛮软嫩的，包上肠粉，赞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牌坊街的小吃美食，这一次大概吃了一半吧，才吃了6-7家。其实真的要吃的话，真的有10几种、20种小吃可以吃，不过度量有限。那这期就这样啦，拜拜。